你好，下午的时间呢，我们今天又比两点钟提早了5分钟哦。那今天的盘面怎么看呢？当然，我们的华信投顾宪文老师还是在现场哦，随时准备要来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。但是今天为什么提早要来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好了，加权股价指数16664.2，下跌了98点，成交量稍微少一点点，3050亿哦。对，大盘摆中间，个股放两边吗？这要怎么样来看？等一下，请老师好好跟大家来解一下。好，老师今天提早跟大家来聊，今天想要聊什么题目？都是聊医学啊，我们一样都是聊医学，聊医学，聊医学，大家想听什么？来，什么？举手，举手。肾亏，肾亏。老师，这我不敢讲你怎么敢问呢、啊？基本上哈，没有了，我是考不倒的。老师真的要讲这个话题吗？没有吧，因为我先讲一个前提哈，因为我不是医生，我真的很想要当医生，因为我是觉得啦，医生至少呢不太会造孽啦。那当投顾老师的话，大部分投顾老师都在造孽，好，反正每天负责买最卖最高，没有，你到下次来开一个那个投顾事件部好了，所有投顾可能全部倒光光啊、那么。基本上呢，我还是建议大家，因为现在呢，大家我包括我们公司，包括你们三立，有很多员工呢，等于说有什么身体不适的状况都找我了。我不是医生都请教你就对了，因为觉得你是医学达人。我是觉得有病就要医疗生活达人，有病就要看医生。就像我再举个笑话好了，最近啊，我背这边有一点怪怪的，怪怪不是痛就是不适，好，那很不爽。你等于说会像好像抹墙壁，跟猫一样，跟狗一样抹墙壁嘛。就那天呢，我去加医科了。拿戒烟药了，还戒不了烟，就我就问医生说：“医生啊，我这个是不是肺癌啊？”他医生马上回答我说：“你不去照，我哪知道是不是肺癌？”对不对？这真的，我说医生，根据你的统计学，是不是肺癌？他说你哪有人这样啊？我后面怪怪，就问医生说我是不是肺癌？没有啦，毕竟呢，我们行医这么久哈，我做嘴巴行医这么久哈，那也好了，那所以说大家有病哦，不要一直找我。那像你们同仁有一个肠胃比较不适啦，然后我刚刚也问他说有没有比较好，他说还是老样子。我说你一定要去照，他说他也不想去照。那我直接问他说你大便有没有血，他说还没有。他说如果大便有血，他就会去照。那我是跟大家报告哈，很多东西等你发现的时候都已经三期了。对，那都三期。等你看到大便有血的时候，已经很麻烦了。这是真的。对的，而且如果说你是在升结肠、降结肠，还有乙结肠，你看我这连这我都会背啦。你在降，这个很厉害。对，你在降结肠的没有？还有主动脉弓吗？老师，你知道我以前跑医疗吗？可是你讲这么多，你讲升结肠、降结肠那些，我好像没有涉略到。OK， 那所以说，如果说你来到降结肠的话，那当然不好，可能就要跟诸葛亮一模一样，要做。肛门的造口重建，那肛门造口重建的话，很多人不想要做，不想要做。好，那刚刚呢？刚刚我们导播提出肾亏哦，那肾亏呢？我个人认为那应该是老师你真的要回答、没有，我觉得那是假议题应该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叫肾亏吧、至少在我们西医的观点里面，我们只有主力心态。那你看还要邪教一下，我们只有主力心态，我们没有肾亏哦。那肾亏的话呢，我个人认为啦，应该是心理层面居多。好，就像呢，你昨天也看到李文的新闻嘛，他等于说有很多杂事纠结在一起，不管包括他的乳癌，不管包括他的脚伤，所以说呢，让他走不出这一个门槛哦。那肾亏的应该属于部分的话，我讲坦白的，这个这跟你另外一半没关哦，另外一半没关，是你自己，你是你自己无能，你怪你另外一半长得胖哦，不能这样子吧？对不对？是你自己无能。那问题为什么你会从之前会硬起来，现在硬不起来呢？我是觉得啦，第一个啦，你可能酒喝太多，抽烟抽太多。其实哈，我讲坦白的，我建议各位所有的瘾君子，包括我一模一样哈，去戒烟。现在戒烟门诊是。不用钱哦，而且完全免挂号费，好，完全免挂号，而且可以挂号将近高达将近24次，你也不用跑什么万方医院啊、台大医院，你只要到你家门口隔壁的诊所，任何诊所。你刚才说你要戒烟，因为烟的话呢，它里面的化学成分的话，大概有1000多种，这是有害物质啦。所以说呢，如果说你是肾亏或是阳痿的话，基本上的话呢，我是比较倾向于可能是你烟抽太多了，然后酒喝太多了。很多人会讲个搞笑话哈，很多人说酒后乱性。我听你在放屁啦，酒后他妈怎么乱性啊？那么热人样子你还硬得起来啊？所以说哈，我会说没有，你自己想想看呐、男生怎么你想想看呢？你酒后有办法乱性吗？哦，酒后我特别需要靠腰，酒后很累，想睡觉。所以那些乱来的人其实根本没喝醉。假的
怎么假的？根本假断句，叫不醒来人最可恶哈、哦嗯。这假的，假的。那所以说呢，哎，看我们是 overtime 的，那没关系，你就把它讲完。老师，等一下，可能会有人打电话进来，是这个医疗产品打电话进来 要找你。是可能还是要。哎，你知道那时候意大利很好笑，你知道吗？意大利新冠肺炎的时候，他说呢，你只要是医学院的学生，你愿意投入战场，因为那时候意大利完全没有医疗人员不够嘛，就 COVID-19 刚开始的时候，意大利是重灾区嘛。那意大利重灾区呢，也牵扯到是中国大陆，从泉州那边的人传染给意大利人。好，不管，所以说那时候很好笑哦，你只要愿意上战场，你不用考试，马上就变医生哦，医学院学生呢，好是哦，我那时候应该去意大利，不然我现在也是医生了，我现在也是。老师还是好好在台湾就好了，要不然我们的会员怎么会有福？基本上呢，我是觉得啦，我有时候我不想去破坏那种惯性，你知道吗？惯性是告诉你95%的人负责输嘛、那我们等于说主力做手是5%，他去瓜分95%的人财富，我不想去挡他们的财路嘛，我挡他财路干什么啦？你们本来是注定输，你到拉斯维加斯赌场没有赢过吗？没有赢过吗？你到澳门都输，何况你到拉斯维加斯？那以后有空再讲拉斯维加斯的风水，哎，干脆下一个礼拜开始讲风水好了。哦，是吗？等一下，老师风水也可以讲。哎，社会这把怎么交代完哦？哎，很多人问我说，谢老师喜肾会不会硬？喜肾应该就不会硬的啦。那我是觉得啦，尤其你滥用药物的部分的话，你要特别留意你的肾。那肾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告过了，你的血糖一定要好好控制，因为呢，血糖如果不好控制的话，甚至呢，我建议大家去抽一下血哦，因为你的肾绿丝球指数，像我个人呢是104，你看我都会背出来，高密度、低密度、胆固醇这些你都可以抽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的肾绿丝球指数太低的话呢，你就要特别留意会有洗肾的危机。对，那洗肾呢，你可能说老师洗肾哪有什么了不起？好啊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，洗肾哦，你先在左手做一个造口。因为造口等于说，他要把你血抽出来，然后机器经过透析之后，再把你的血给输回去。对，等于说把血吸出来，把脏的血吸出来，然后透转染之后再吸回去。好啊，你造口可以放多久？放一个月吗？不行，你搞不好放2个礼拜之后拔掉。你这伤口在那边拔掉，换插另外一边。然后呢，等你插到60-70岁的时候，很抱歉，你已经没有地方插了。然后如果没有地方插，突如其来造口破掉的话，你的静脉会大出血。那静脉大出血就只有一条路，谁都没有办法救你。即使你在医院也一模一样。讲完了，所以真的是大家不要嘴硬啦，平常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一下，对不对？吃东西啊什么的，生活习惯一定要好。像老师常在爬山嘛，对，这几天有去爬山吗？累到不行，热到不行。我是用跑步机的，因为真的是很热。可是爬山总比你蹲在冷气房里面喝冷饮好吧？对。因为呢，我知道呢，就一般人呢，因为我遇到很多 case， 干脆今天整集我们在讲。今天是小暑哎、欸。对，小暑，可是已经很热了。很热啊！我刚刚在三立才门口站不到几秒钟，我感觉整个人快燃烧起来，而且我还穿什么冰风衣的 啊！冰风衣标榜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穿比不穿还凉。我听他在放屁，没有，他很好笑哦，在冷气房里面的话真的很冰，可是问题呢，你在室外。因为我还有外套，靠腰好热，你知道吗？热中加热哈，没有啊，你证明给我看了，不然来证明嘛。我是觉得我觉得未必穿比不穿还凉哦。那么还是老话一句啦，你们看我每次讲这个，我觉得饮料店一定砸我招牌，你们少喝甜的啦。然后呢，还是老话一句啦，不要老是跟我讲我是喝无糖。你做任何事情，你能不能做一件事情？你到 7-Eleven 买任何无糖什么乌龙茶都一模一样，你翻过头来看，到底是有糖还是无糖？因为现在食药署。好，食药署已经讲得很清楚，你都要完整的标示。其实呢，无糖的饮料里面还是有糖，没糖没有人要喝啦。好，因为觉得说还是有这么一点点，对，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糖。然后等于说呢，多做运动。你说老师没地方运动，那没关系啊，你就从你的办公室呢，5楼坐电梯下来，然后再走楼梯上去，然后做100次就有了。其实我觉得有个很简单的运动可以建议大家，比如说我们的水是这样嘛，如果你自己有保特瓶的话，保特瓶把它装满了水，这不用钱的哑铃啊，每次在家里头。就举一举，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蛮有效的。好的，那么其实呢，刚刚最新版的医学报道哦，他也说呢，一个人的握力决定你心脏的一个所谓强弱度。对，还有呢，我们之前呢跟大家报告说，你要量 BMI 嘛 ，BMI 就是量腰围，可是现在最新的报告是要量脖围。脖围，它有一个规标准啊，就像我们不能脖子太肥大。
当然，如果增加重，就像你们现在也开始变成了医生了，你只要看到一个人脖子很粗，等于说看不到下巴的话，基本上他保证是有高血压，保证有高血压。那高血压的话，你们就要特别留意爆管的风险。而且呢，你说老师，那我吃维他命总可以？错，维他命也不能多吃。好，所有东西还是食疗好了。就像我举例好了，很多人很喜欢吃维他命 D 嘛，想说哎呀骨质疏松。尤其女生啊，你看我什么都懂，奇怪，哎，导播，下次不要问我什么子宫肌瘤，你要简直拦倒我，对，等于说你如果说，哎，我停经之后，我的钙质会流失，我要多吃钙，拍谁啦？你的钙如果没有经由运动的吸收，到最后会造成你血管钙化，那是医学报道哦，血管钙化就是血管会啪破掉，反而更危险。对，那我那等一下还我五分钟，哎，我讲了十分钟的医学太夸张了啦。导播这样够了吗？老师讲的够了，他说 OK 了。OK 哦，就是、okay. 哎，就是呢，烟酒啦，还有药物不要滥用，尤其那一种什么林北银银那种电话号码不要乱拨通，尤其老人家很喜欢拨那中南部卖药，那千万不要吃。好，有良心的，它里面是维他命 C， 没良心的，里面成分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讲的非常神奇啦，但是大家自己要有能力去判断。啊，你等下还我5-6分钟啦，可以。好，开始来讲大盘哦。那基本上呢，最近呢打电话进来询问我们软体的投资朋友非常非常的踊跃。那他们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，肖师啊，那我们怎么样在实战里面去赚到钱？好，我现在讲实战呢，而且我很难得把102个礼拜。我们200,000资金变成1200,000的侧标换掉，我难得哎，100多个礼拜我总把它换掉了。好，你要实战，我就慢慢讲哦。我要跟你强调，我说主力做手操作，它是架构在价格的一个所谓观念。那更重要的一个所谓重点，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？因为我还是老话一句，这群王八蛋永远都比你早知道。有钱有健康，有钱不一定有健康啊，可是他们很会保养。哎，他没办法运动，他可以借由人家人力帮按摩啊，帮他推拿啊，哦，帮他点穴，帮他针灸啊。可是问题没钱，你敢会针灸吗？针灸随便一次也要挂号费，要150块，更贵吧？看你是健保的还是自费？有钱人是直接把医生抓到家里来针灸，那又是不一样。有钱真的非常非常好。那么重点是说，这群有钱人为什么他有办法拥有主力心态？来看清楚哦。你要先了解说，我们的主力心态到底准还是不准嘛？准是不准嘛？那小婉跟我们连线，大概就这一个礼拜时间，这个礼拜时间哦。礼拜一的时候，我跟上上礼拜五上上做多嘛，然后礼拜一的时候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准很多。然后礼拜二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多，而且收盘大于一个所谓 A 星。可是呢，在礼拜二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提出特别看法啦，我只跟大家强调说，很奇怪，主力心态每天都多，可是外资每天都在卖。这个除了小婉在问之外，包括朱思翰他也问，然后奇怪，老师没错啊，你讲主力心态多，台指期不管是开高走高，开低走高，都是红 K 棒，都红 K。可是我心中我保持一定的警觉心，因为你看到，在礼拜的那一天呢，我的标题我是写不信外资不回补嘛，结果呢抢完之后，礼拜外资继续卖，只是卖十亿而已。好，那进入了最经典的夜水礼拜三，那基本上呢，很多人问我说，小师啊，你的主力心态有没有办法算出来？当然是有办法算，你要把我们线上课程给带回去。只是在算的过程当中，就像我问大家，你今天有病的话呢，你要看医生说，哦，没关系啊，我等谢老师考上医学院，靠腰两件事，等很久，对，等不到。老师已经拒绝看书了，对，我现在看东西都要这样拿起来，你要拿起来看呢。你难道说老师啊，你不配那种上下有教的，那个没有用，对，没有，对我来说没有用。好，什么下面看老花眼镜？老师，你如果考上医学院当医生的话，就免钱义诊好了。哦，如果考上医学院的话，三立可能会切一栋大楼给我，直接切谢文恩，好，医疗大楼互相修来就对了。没有了，可不可能了？连老板也知道了，怎么可能呢、啊欸？不过老师这几天的大盘，我真的觉得还蛮奇妙。像老师前几天就讲说，就预告了嘛，对，空嘛，大盘主力是心态空。昨天也有讲了，大盘主力心态还是空。对，欸、今天也不夸张，直接又往下跳水。对。哦，那其中蛮多档的。其实老师，你讲的股票。我每次盘中一档一档在验证，今天也是，我把老师的这个多方防守价直接弹出来看，哎，很神奇耶，真的有很多档就到老师的这个多方主力防守价直接弹上来，而且威盛还弹了两次，那怡特呢也弹上来，对，因为老师怡特是回到了一个买点的位置啊，好，哎，因为有朋友很关注这个问题呀、啊。OK，啊，你们关心我就好，你关注怡特干什么啦？好，那大家都关心，没有，我们先举个例子好了，
昨天宜特上涨哦，对，如果你去买的，今天马上赔钱，哦，赔多赔少而已，没有，我等于说现阶段的话呢，我是比较倾向于啦，我们今天哦，假设我们乌俄的发生战事，我们一定先从小地方开始打战，打战一定从小地方嘛，再然后再往上扩扩扩扩，一直延伸，就跟病毒一模一样，本来起点是在中国大陆武汉，后来跑到意大利，然后跟病毒一样延伸。所以说我比较倾向于你们要先把极短线看懂。那你昨天你买宜特的人，你只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，因为你奔到大盘主力心态空的时候买股票。你记不记得昨天我为什么我跑多快啊？因为昨天大盘主力心态空，虽然说我有消息啊，人家跟我讲说，哎呦，这次要发动，拍谁啦？要不要发动是我决定，不是他们来决定。哦，所以拉起来好啊，你拉起来，让我们会员赚四块钱，我会员干嘛不赚呢？是十张可以赚40000块，给个蒙坦咖啡散。好好继续哦，继续看清楚，我看清楚哦，我会把小小问题一次处理掉哈。那到礼拜三的时候，我跟大家预告大盘主力心态空，而且呢，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卖嘛，礼拜三我开始卖嘛。对，那卖完之后，小婉你知道吗？礼拜三哈，我没有卖最高哦，17065点，到今天足足差了529点呢。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，529点呢。那我请问各位，那主力现在有没有很重要？很。屌，超级无敌屌的，所以说你要，你要说老师，那为什么会跌529点？因为很简单嘛，礼拜三的那一天，我跟大家预告收盘它是小于一个所谓 AC， 还没完哦。礼拜四的时候，一开盘的时候，我又跟会员预告大盘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的一个所谓空，而且收盘还是小于 AC， 来看看看看标喽，如何使用？卖权50%。很简单，就高达50%，50%代表你10万块赚了5万块，好，50万你赚20万，怎么做到了？这是昨天哦，等于说昨天的收盘，它是架构在主力心态，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空，而且昨天收盘它是小于 AC， 而且昨天 OTC 指数是跌破244.88的多方防守价，所以说昨天是全部的空方讯号。那全部的空方讯号，你昨天尾盘不用，你说老师，那我几点要下单？因为所有东西你等确认的时候，也许到收盘了，那没关系，你收盘下单，收盘下单，收盘下单。就今天一开盘马上哦，昨天 PM 盘还赚了50%，昨天 PM 盘赚了50%哦，今天一开盘马上赚了35%，哇靠，好快哦！你们不是吗？10%啊，用10%什么？我叫幼稚园。还有35%哎，在这样的盘势，你自己看这边嘛，35%，35%。好，那来了，还没完，还没游戏还没结束哦。等于说呢，这一波礼拜一、礼拜二大盘主力心态多，礼拜三、礼拜四，好，大盘主力心态空，所以导致于礼拜五台北股市出现往下跳水。可是，不是你们手机坏掉？大家讲，手机坏掉不是啊？看，停格。来，为什么要跑？可是，为什么要跑？好，来看清楚哦。今天哈有点怪，好，不是有点好笑。那今天叫七七的过桥事变啊，真的七七，今天真的7月7号，真的，OK，去，大家真的是7月7号，真的忘了。啊，怎么没叫清溪卢沟桥事变 ？OK， 这是一个伤痛，没有说那是伤痛。所以说呢，人家说为什么最近没有，为什么日本哦总是天灾人祸，一下福岛核灾，一下地震啊？对，因为他们当年在南京大屠杀杀了太多人，有人是这样讲的、啊。那些神鬼常人这样讲、不管、没有说法是没有干我们的事，干我们的事，因为为了这些死去的生命，真的觉得很遗憾，真的死太多了。好，来继续哦。好，那么等于说呢，在。真的，在今天8:51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知道8:51哦，期货开盘6分钟，我们就已经知道700到708叫做空方报价。就今天呢、大家小婉知道吗？今天台指期货最高是708。哦。他又不是第一次，你刚才跟我讲说我们的股票为什么来到支撑又弹起来，我一定要说啊。这有什么好意外啊？好，第二件事情。好，老师继续。708。那为什么赚了50%要走？为什么赚了50%要走？为什么50%要走？来，因为还是心太空。那、红色，了解哈，了解哈，了解哈。等于说，他主力心态很有趣哦。昨天 PM 盘是往下杀，没错。可是昨天晚上11:30，主力心态翻多，主力心态翻多。你看主力现在全部翻多，翻多。好，11:30，这个你也看得出来。看出来啊，我们的主力心态除了给你 AM 盘，跟你 PM 盘，我们全部都给你。哦、真的，一天只要一个鸡腿便当，真的拜托大家，你要发财的，不想肾亏的、你赶紧下载我们的软体，下载软体，好，来，没有，那牵扯到完整策略啊，所以说你选择权空单先补嘛，
好，先赚了五成回补，那回补之后呢，再反手做多期货，好，反手做多期货，反手做多期货，反手做多期货，好，那看清楚哦，六九六分批出，六九六，九点二十分，那问题老师为什么六九六？因为很简单呐、啊，我的传真稿我写700到708，我只稍微帮他做微调而已，好，帮他做微调而已，微调而已，那这样又赚钱了，好，所以说这就是赚钱的方法，那问题重点来了、哦。不管包括700到708或696，老师啊，到底是696还是708啦？啊，你就708路好不好？你不要那么要求，那么苛责好不好？没有，很多学员很好，很有趣。他说：“谢老师，我怎么算出来的价位跟你价位有一点小小的误差？”没有，有时候我会不小心哈，不小心滑到。微调，正负十点在误差范围之内了。对啦，我会稍微微调一下，因为我会看当时的一个所谓市，好，当时的市，等于说今天台指期很精彩哦，开盘白跌100多点，你知道，就拉到平盘之上，超屌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没什么好屌的，因为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一个标标准准多，好，标标准准多，好，标准准好。那你可能问我说，谢老师，那接下来这个行情到底有没有机会？所以说没有两件事情哦。每次你们都问我说，明天怎么看？可是我先来鬼遮眼，老师这样子鬼遮眼，你们今天没有掌握到，明天干你屁事？嗯，对。那第二件事情是你们要赚钱，明天怎么看？是我要问你们呢？怎么会你们问我？当然是你，当然是大家问老师啊。没有嘛，你得说，你看我的一个谁节目之前，你要有一个答案，要一个 solution 啊。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，你就多看小婉的节目，多看医学常识嘛。小婉怎么都还播一些，那没关系啊，你去找他过去的 YouTube 重播带，多看一些医学，多看一些，多看一些。所以说不是你等于说是你们要赚钱，你们欠钱呐、啊！看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是钱最多而已。所以现在如果打电话来问老师，其实还是有机会啦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我是觉得没有，还是老话一句哦。你们真的拜托大家把我课程给带回去，你们真的要多学，真的啦，学会就是你的财富。来来，我跳快点，跳快点，跳快点，好，来。哎，跑哪去？来。其实老师会讲跟会员朋友说很多多方的防守价、啊，空方的这个防守价位，但是不要呆呆的，就是那个价位大家都不动，因为老师这个价位是随时都会调整的、哦，会调整，每天都在动、哦。没有，你只要高点过高或低点破低，它就有调整。所以说你们要懂得如何去计算。好，我现在解礼拜一的盘，没有，还是老外句哈，我希望说你们今天要怎么样成功？你们今天呢，不是等到肾亏的时候说，哎呦，那是因为当时我中药吃太多。你等于说呢，你能不能在我节目开始之前，你大概要有一点小小的看法哈、小婉叫做漂亮，老师，我有什么看法？好，问你啊，小婉叫漂亮还是丑？哎、欸，没有看法，看不懂啊，看不懂，怪不得主股票赚不到钱。赶快回答一下，对，股票赚不到钱。对啊，小婉也曾经很18岁过啊。我现在才15岁而已啊。没有，现在也不是35岁哦。OK， 老师不要随便乱公布。OK， 不要公布。好，来看清楚，来，好了，老师都猜错，老师猜年龄都猜错，可是我猜数字真是他爸爸的有够准，真他爸爸有够准，好看清楚哦。今天哦，来，我慢慢讲了哦。该震惊的时候就要800，好，卖300，好，跟卖，我卖300了、哦、真的。今天哦 ，OTC 指数收盘是跌破这个数字，跌破这个数字23.5。对，跌破223.5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看费半指数晚上，它绝对不能再破3513。好，因为来跳一下昨天 CG 哦，昨天 CG 在这边。来，昨天 CG 呢，我们预告费半指数是落在3598。就今天早上起床，你看到费半指数收3577，怪不得他一定要跳水，从 PMI 跳水。可是还是老话一句，这一群王八蛋，钱太多的王八蛋，他们既然在昨天 PMI 大跳水的时候在做多，干真的有够不要脸。我想看哦，真的是有够不要脸。所以说我们跟着做多，这样子很轻松，也高达50点到100点哦。那么你所以说还是老话一句哦，来看清楚哦。如果哈，我举例好了。你今天你要唯一所要做的假设是说，我礼拜一开高或开低，其他不重要。你不要管说哦，老师啊，美国怎样怎样，看你又没做美国期货，你只要礼拜的早上先看一件事情，先看这个，先报看这个。那看完这个的时候，好，再看礼拜一。那礼拜一如果跳空开高来到这个价格，你不要乱追哦。我都讲得很慢，我完全没有结巴，因为即使要上去，也要花一段非常非常长的时间。懂我的意思吧 ？Do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？ 那同样的，多方防守价的夜水部分绝对不能破，
好，讲得很慢哦，讲得很慢哦，讲得很慢哦。嗯，好，没有吧？我再举例好的，再讲更白一点的。假设哦，明天早上起床，你看到费半指数收盘收3510，那你礼拜一睡觉，不用做了，为什么？手绑起来。因为外资会大卖，继续大卖。外资做法就是这样子。嗯嗯、因为来再一遍哦，今天台币大幅度贬值，那是因为费半指数昨天晚，今天早上起床，那收盘跌破多方防守价，所以说外资一定会大卖。好，讲完。好，那股票的部分就简单多了。其实储能题材哈，我一直认为他们应该是有机会，可是只是说呢，他们可能整理的时间要拉比较长。嗯、那么精确的夜水买点，应该也要讲3162好了。还有包括你这个人完全没有3443。没有创意啊对对，所以说呢316不是316的买点啊，1513中心店，1504东元，他们的多方报价到底在哪里，麻烦参考我所给大家的关键报告。那我们就跳快一点，8996高利，高利的话呢，在昨天之后我也刚告大家报告我开始卖，那卖的方式很简单，它反弹到黑 K 棒一半的位置，我站在调节的卖方。好，我再调一下，因为它在前天的时候是一根标标准准跌破 K 棒，所以说一档高利，我们活生生赚了500多块钱。那么除了高利之外呢，刚刚呢，我们小婉也有讲有关于3289的夜水怡特哦。那基本上呢，怡特这一档股票呢，我会怎么看？就是说，单纯就基本面的夜水角度，我们都知道呢，检测它是比较长线的趋势方向，不管包括5纳米、3纳米、2纳米，因为我这个很简单呐、啊。我给大家的基本面，我并不会想很复杂。那你就想嘛，当时候我在介绍怡特的时候，我是架构在什么样的模式、什么样的环境？那我希望这一招大家把它给学会。那因为学会完之后，你以后也可以自己挑股票。再看一遍哦，我说它是标准的寡占事业，营业利益率成长2倍。对，等于说呢，当大家还在消化库存的过程当中，它既然营业利益率能够大幅度的成长，代表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寡占。哼，老是营业率不懂，那没关系，你不要管营业率，你就管毛利率成长2倍。好，那是代表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寡占，所以说呢，这是为什么当时3289的怡特往下急杀，我们站在一个所谓买方，就一档3289的怡特，我们也赚了6只的夜水涨停板。所以再从怡特呢到2382的广达，哈，广达是我们赚最爽的，因为广达这一档股票的话，我们做连续性的加码，所以说我们活生生赚了182块钱。好，那两档股票我们一起把它解完了。那你说呢？广达跟怡特，哎。欸、不到3个礼拜，我广达就赚了181万呢，而且我每天的call讯我都有给你看哦。基本上呢，现阶段还是老话一句，我们所存在的是来自于系统的风险。我所谓系统风险，不是说台湾跟中国要打战啊，那是来自于拜登那一张嘴。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了。我这句话我要讲多少次？就好像呢，上个礼拜的时候，思安就问我一件非常简单的事，他说：“谢老师啊，为什么外资一直针对台北股市提款？”我说：“一个很简单，因为又要选举了嘛。那选举虽然说拜登有时候走路会滑倒嘛，对对，从飞机上掉下，还会讲错话，对，还讲错话，不重要啊。可是当他要选举的时候，他眼睛可是很亮的啦，他脑袋可是清明的。嗯，好，那到而现在叶伦又在中国，对对对，去上海了。哦”搞不好离开中国的时候又说习近平是什么独裁者、哦、在干嘛？我觉得美国人真的很贼，你 前面握手后面下毒手，你看他布林肯都去了，然后后面说、哦、我同意拜登讲的习近平是独裁者。拜登啊，你的儿子有没有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啊？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的嘛。所以说选举是一件很没有选举，它是一个毒药啦。很多人有钱之后他就想说要有事嘛，可是我是认为啦，那不干我事情啦，因为这东西没办法控制。好，那至于说广达怡特到底能不能买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，你看哦，这几天哦，你问我会员哦，我们都把手绑起来。对，因为昨天太鸡婆了，所以昨天人家打电话，哎呦，威盛，威盛，我说哦，拜托，好了，相信你们哦，威盛，所以说去买一下，赚4块钱。可是我没那么笨，我会涨停的板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还跟你知道吗？那主力打电话，你不要卖哦，会涨停哦。我不吃素的，对啊、我不是出吃素的啊！主力心太空，你叫我不要卖股票，你当我脑袋有洞哦？嗯，哦，好，还没完哦，还来，我再讲个更屌的，没有，你要先验证到说谢老师到底准不准嘛？好，来，然后起劲，你看我绩效多到我连讲都不想讲，那让我先 repeat 一下哈、哦，那个8996高利，我们总共买了4次，我们赚了500多块钱，然后2382的广达也赚了182块钱，嗯嗯、然后3289的怡特也赚了至少6只涨停板，6285起机2只涨停板，好，讲完。来继续来，我真的是背出来。
厉害，没有，那操作出来，操作出来，对，来，小婉，我们先停下这张字卡，没有，该慢就慢。我昨天有没有很清楚的跟大家预告？没有，你想想看，你要什么样的老师？因为最近单枪投靠的人，很多人会干掉说干，他老师都骗人的，你骂你老师干嘛？我是说你根本眼睛找错老师，对你眼睛，目睭蒙，目睭雾，哎呀，跟我快点拍咪呀，有哈。好，阿全疑心不好，爱去盖，爱这盖，爱这盖，好来。我做到股票不用遮，而且我够屌，我连多空防守价我都在节目当中，我免费跟你预告，而且我更屌，我今天绝对不会超时。虽然刚小婉吃了我六分钟时间，我不会超时，好看清楚哦。老师昨天还有提醒大家哦，对于这个载板有问题的话，赶快问你打电话进来。没错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我们现在处理威盛，慢慢来，一条，我算仔细给你听哦。昨天哈威盛我们买在这边，帮我作证，买在这边第一个转折点，然后往上急拉，然后主力打掉来啊，不要出，涨停板，你当我白痴哦，大盘主力心态空，我就你又没有待到帮他再锁，对对不对？但大盘不好，大盘不好，所以说我们先获利卖出一半，好，那昨天威盛也收这样子，好来哦。昨天小宝问我哈，我提到一个观点哈，其实主力做手他的操作都是一个价格一个价格一个价格，你们一定要完整认同。那我请问各位哦。昨天威盛收盘收83.8，我们预告它是收大于83.1。那我昨天麻烦调昨天重播带，我说威盛接下来不是盘整就是上涨，对，两条路完全没有盖牌。可是因为大盘不好，威盛选择端端端端，稍微盘一下。对，啊，端到什么时候？老师啊，端完之后会不会上去？拍谁？端等于收敛形态。我讲出来的东西，应该所有投顾老师全部倒。倒一排，他们连什么叫收敛形态都不知道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全方位360真的只要一个鸡腿便当，你一定要把我课程带回去，端到跌破多方防守价就挂了。好，还没完，还没完，讲完一件事情哦。这个每天非凡都会有，每天非凡都会有，都会有，都会有。那么更重要的业随重点哦，我们之前有给大家股市操作 SOP， 我不知道呢，你们看完之后有没有去 implement 执行叫什么 implementation 执行 IMPPPPP、啊、没关系啊，我们讲中文就好。你们有没有去 SQ？好，你们有没有去做这件事情？哎，你们索取完之后，不是那边看一看之后，然后呢，大便的时候忘了带草纸，然后拿我的传真稿去，拿我的 SOP 去擦一擦之后丢掉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麻烦你去把污水厂拆掉，把那张纸找出来，把纸捡回来，是不是？对，把纸捡回来，已经化了，把纸捡回来，化了。那你的问题，你要把我们当初给你的 SOP， 拜托，里面多少非常重要的公式，你竟敢把公式全面丢掉？好，我举例、哦。这些公式很重要。我昨天哈，我跟你讲说 ABF， 窄板挂了，对，好，那我也跟大家报第二件事情，我说我放空的时候，我不会跟你讲我放空什么股票。我不能讲，因为讲的话，你们我昨天讲过了嘛。我说你们一定会打电话进来干掉我，干我做多广达的时候，你们放空会打电话进来干掉我吗？不会嘛。老师，你昨天有说你接下来要情绪放平稳，对，不能太激动。所以说，我说我放空的时候，我在节目当中我不会讲，我不会讲我空什么股票了。嗯啊，做多是我都免做多，我免费告诉你啊，高低赚500多块钱呐、啊，然后那个广达赚了182块钱呐、啊，那你没赚到好。那么好，我本来空3031星星。可是星星哦，很讨厌台湾的制度就这样子，因为今天是融券最后回补日，那我干嘛空？怎么空呢、啊？今天融券最后回补日，好，融券最后回补，好，来再看一张股票，这档哈是8046南电，好，一样是 ABF 嘛 ，ABF 好，知道 ABF 三雄嘛，三雄南电星星紧缩，星星紧缩，紧缩，对，昨天跌6块钱，收在255.5，今天有没有大跳水？他不是 AI 题材吗？他不是讲 AI 题材吗？他不是不跟你讲 AI 题材吗？那好，我再问第二件事情哦。现在大家所有的目光都在两档股票，一档叫做3231伟创，一档叫做238的广达。好，我问大家一个很简单问题，简单 simple 版。如果伟创跟广达也崩下去，南电会不会一路暴跌？老师，我闭给哈，听楚哦。再问一遍哦，如果龙头老大伟创啊，就让阿公站起来那个家伙啦，如果伟创跌下去的时候，会不会拖累南电？还是南电会相对抗跌？你的信心会相对抗跌？基本上，你让我做选择，我会选择前者，抗跌你的乌龟啦。
今天是七七卢沟桥事变，抗战有余啊，抗跌不可能啊。这样随便空个南电，老师讲得很清楚了，真的啊，要听得懂，真的要赚个七万块是简单啦、啊。所以说基本上在这个行情还没收上空方防守价之前的话，那当然呢它还是存在它一定的疑虑之在。那只是说呢，这个时候你们要做几件事。首先呢，你们手中有持股上面的问题，我是建议啦，先不要来找我，先不要找我，先去找污水厂，去把那张纸找出来，那张纸找出来。我们当时给你股票操作 SOP 里面有一连串的公式，你把它学会，先自我持股体检。好，我们现在讲的是完全跟技术基本面没关哦。那如果你体检完之后呢，你发现说感觉个人有点肾亏的话，也不要找我，好，去找医生。好，医生，对，不要找，都不要找，都不要找我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觉得有点肾亏，对自己的手中的股票自己检查完之后也不太确定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进来。那当然呢，如果你看我节目看这么样的久，我们讲这个礼拜好了，礼拜一多，礼拜二多，礼拜三空，礼拜四空，礼拜三空，礼拜四暴跌嘛，昨天跌300多点嘛，今天一样来跳水100多点。你真的想要下载我们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？我们电话号码好，再念一遍0223923988，没有，先验证，先验证，验证到之后来再跟我们操作。我们电话号码0223923988，真的只要360，不要说过喽。好，非常谢谢谢文老师，刚本来还想问老师说，老师伊特到底还行不行啊？还是要以大盘为主要的一个逻辑，还是要看大盘啦。对，大盘不好，没有没有。如果说你，我举例好了，如果说呢，礼拜一台北股市那来到多方保价开始往上弹的话，那当南电空单先补掉嘛，我们赚了8块钱就空单先补掉嘛。对，那就可以去做多一特。那如果说礼拜一大盘主力现在还是空的话，那基本上这行情还要再杀嘛。那可是就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看到礼拜的主力心态，因为那群人还在酒店里面睡觉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主力心态随时等待老师更新最新的这个主力多空方手价，可是你们不要等到12点多非凡才知道，你还蛮……你看你又来了，好啦，你们一定要在8点45分就知道主力心态，所以说赶快去下载。老师时间到了哟，软体哦，电话码0223923988。好，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不要客气，打电话或是这个打电话进来索取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的回答哦。谢文老师随时都在等候大家的，下个礼拜一下午2点我们再会喽，拜拜。